上次课我们讲了这个第一个问题的第一个小问题啊，就是讲了这个地档呢是什么时间形成的。那么其实呢，要想讲清楚地档是什么时间形成的，是吧？我们呢，还要这个讲呢，后档是什么时间形成的啊？就说呢，只有把这个后档是什么时间形成的呢，讲清楚，是吧？才能够搞清楚这个帝后。在这个甲午战争当中，是不是已经出现了这个帝后党争？那么第二个小问题呢，就是后党是何时形成的？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1861年11月啊，慈禧太后和这个恭亲王奕欣呢，联合发动了一个宫廷政变啊，就是辛酉政变啊。那么从此以后呢，这个慈禧太后是吧，以这个垂帘听政的形式，那么掌握了清王朝的这个最高权力。那么，但是这个时候啊，慈禧太后啊，她的权力和地位并不是十分巩固啊。那么也就是说，慈禧太后啊，还要受到慈安太后的牵制，那么还要受到恭亲王奕欣的牵制啊。就是辛酉政变之后啊，慈禧太后啊，她的权力呢，并不是啊，非常的这种稳固啊。那么，但是到了后来啊，就是到了1881年4月8号。慈安太后突然暴病而亡，啊，关于慈安太后这个死因呢，学界有不同的说法，是吧？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这儿呢就不再去讲了，啊，那么慈安太后在1881年死了，那么这样呢，由原来的两宫太后共同垂帘，那么就变成了呢由慈禧太后一个人垂帘听政，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清政府的权力啊，那么就主要的啊集中到了慈禧太后手里，啊，那么这是1881年4月，啊，慈安太后死了。那么这个1884年4月，啊，那么慈禧太后就利用一个人叫做盛钰，啊，这是这个后清流派的一个官员，啊，利用盛钰的一个奏折，啊，就突然呢以委蛇保荣、因循事慎、谬职成见等等罪名。就突然呢开去了恭亲王奕欣的一切差事，是吧？把整个军机处啊成员全部都撤掉啊，那么命令李亲王世铎做了这个军机处的首席军机大臣啊，而且命令呢以后军机处有紧急的事情啊，要会同醇亲王奕轩啊来共同商办啊。那么经过这次甲申朝局之变啊，或者叫做甲申奕疏之变，啊，那么慈禧太后罢免了恭亲王奕欣，啊，慈禧太后的个人的权力和地位啊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啊，那么这样呢，在整个清统治集团内部，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对慈禧太后的权力地位构成真正的威胁了，啊，那么在以后的几年当中，无论是政治上的啊这个顽固派，还是呢这个洋务派啊，那么他都要依傍于慈禧太后啊，依赖于慈禧太后啊。那么这样呢，在清统治集团内部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啊。那么如果我们从在甲午战争之前，慈禧太后提拔了很多人，是吧，已经遍布朝廷内外，是吧，盘踞清廷的要京，慈禧太后已经树立起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啊这么一个权力地位啊。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说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这么一个后党专制的局面啊，那么这个呢当然也是对的，是吧？因为这个毕竟啊，慈禧太后提拔的人，是吧，已经控制了朝廷上下。那么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所讲的这个后党啊是什么呢？是指的与这个帝党相对应基础上的后党。那么
既然在甲午战争之前，是吧，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间还没有发生这种权力冲突啊，那么还没有形成帝党，那么同帝党相对应意义上的这个后党当然也就不存在啊，就后党呢它是相对于帝党而言，那么在这之前没有帝党当然也就无所谓后党啊。那么这个道理其实呢是很简单的啊，你比如说讲在清王朝啊，清王朝从康熙、雍正、乾隆，是吧，嘉庆、道光、咸丰，是吧，那么各个朝都有一些官员，是吧，聚集在这些皇帝周围啊，这些皇帝都有些亲信大臣，但是没有人称这些人是帝党，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后党，是吧，没有后党就无所谓帝党，是吧。那么讲到这个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既然还没有形成帝党，当然也就没有形成后党啊。那么因此，是吧，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后党也应该是出现于甲午战争之后，是吧，而不是在甲午战争之前啊。那么甲午战争之前有一些人是亲近于这个慈禧太后，是吧，他是亲后的，有这么一批人说是后党专制，那么一般的这样讲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讲是和光绪皇帝这个帝党相对应的后党啊，那么应该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才出现的啊。那么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啊。那么下面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准备讲一下呢这个帝党主战后党主和的问题啊。那么按照史学界的一个传统说法，在甲午战争的时候，清政府内部就已经形成了帝党和后党啊。那么帝党是主战的，后党主和的。那么对于在甲午战争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形成了帝党和后党啊，前面我已经讲过了，对吧。那么下面呢，我主要是要分析一下什么呢啊，就是人们所讲的是不是在甲午战争当中帝党是主战的，后党是主和的啊。那么先把这个问题呢讲一下。那么我们为了在这儿这个叙述的这种方便啊，我们暂时呢还是借用帝党和后党这么一个说法。那么因为在我看来呢，实际这时候还没有形成帝党啊，是不应该用帝党和后党这个名词去称呼啊统治阶级内部这个不同派别的啊，但是我们为了叙说的方便呢，还是借用啊这么一个称呼。那么在甲午战争以后，是吧，蜕变为啊或者善变为这个帝党成员的人，在甲午战争的时候确实大多是主战的啊。那么在甲午战争当中，是吧，那些主和的人，那么后来呢确确实实是善变为呢这个后党成员啊。那么但是啊，不能够因此而推断啊，就是说在甲午战争的时候啊就已经是帝党主战后党主和啊，不能够做这样一个推断啊。为什么啊？我想呢理由有五点。那么第一点，假如说我们前面所讲的在甲午战争之前还没有形成帝党，那么就无所谓帝党主战问题啊。那么这是第一点理由。那么第二点理由啊，我们如果从历史事实上看，帝党并不是始终主战的啊，帝党呢并不是始终主战的啊。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在这个甲午战争爆发之初啊，和这个甲午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甲午战争后期啊，表现的呢更为明显。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看一看一些相关的史实。那么1894年7月4号有一个给事中叫做楚成伯啊，那么他提出来要对日呢主战啊。那么但是楚成伯的这个对日主战的主张在当时没有引起光绪皇帝的注意啊。那么7月12号啊，有一个御史叫做张仲新啊，那么他再次提出来要对日本呢来这个决战啊，与日本决战啊。那么张仲新上了这个奏折之后，光绪皇帝啊颁布了一道上谕，是吧。那么这个上谕呢就命令直隶总督李鸿章啊要准备战守啊，准备抗日啊。那么但是光绪皇帝又表示啊，对于日本呢不妨谅与通融啊，同日本呢可以做通融处理。那么由此可见啊，这个时候光绪皇帝还没有下决心
啊，对日主战。那么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啊，就是7月16号，光绪皇帝那么才向清政府的高级官员表明了自己的主战的倾向。那么这个翁同龢在7月16号的日记当中呢，他有这么一个记载啊，说这一天呢，这个光绪皇帝召见军机大臣啊，军机舰艇啊，那么呢光绪皇帝啊就表明了啊一力主战的这种主张啊。他的记载说，是日军机舰艇上意，就是光绪皇帝的意思啊，上意一力主战啊，说光绪皇帝是主战了啊，而且讲并传遗旨亦主战啊，并且传呢慈禧太后的遗旨也是要主战啊。那么从这条史料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光绪皇帝提出来主战啊，表明主战这个主张啊，那么是和慈禧太后同一天表明了主战主张的啊，就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是同一天向朝廷内外的大臣表明了自己的主战主张啊。那么因此呢，这个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对日本战和的这个态度问题上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没有一个明显的这种区别。那么这个时候啊，被视为是帝党领袖的翁同龢啊，那么他也很担心啊，担心什么呢？担心中国呢这个海岸线呢很长啊，海域辽阔啊，如果日本方面乘虚四扰，防不胜防啊。那么而且这个时候清政府的财政很困难，是吧？筹备这个军饷也很困难啊。那么因此翁同龢这提出来啊，公开的表面的不同日本决裂啊，他叫什么呢？不明言与倭失和，稍留余地啊，就是不同日本呢公开的进行决裂啊，宣战，对吧？那么翁同龢认为呢，通过美国等人的调停啊，那么可以迫使日本人呢从朝鲜撤军啊，也就是说呢，翁同龢呢还是主张的这个时候呢采取外交的途径来解决中日争端。那么这就说明呢，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啊，光绪皇帝这些帝党，所谓的帝党啊，并不是一力主战的啊。那么到了这个甲午战争后期，就是1895年初，那么中国在这个中日战争当中呢严重失利啊，或者说中国在战争当中已经败局已定了。那么这个时候光绪皇帝和翁同龢啊都认为呢，战和皆无可恃啊，就是进行战争和议和都没有办法依靠了啊。这个君臣二人呢是声泪并发，往之所措矣啊，就是说光绪皇帝和翁同龢都不再主战了。那么马关条约签订之前，光绪皇帝啊更是表现出了这种急于议和的这种心情啊。那么在3月3号，光绪皇帝给清廷的议和代表李鸿章等人啊发了一个电报，那么这个电报呢就要求李鸿章等人要权衡利害之轻重，情势之缓急，统筹全局，与定议条约啊，就是命令李鸿章啊，哎，要分一下轻重缓急，是吧？能够同这个日本呢来这个定议条约，是吧？签订这个条约。那么4月初，面对日本提出来的割地赔款的这么一个苛刻条件啊，光绪皇帝呢虽然表示出了一些犹豫啊，那么但是光绪皇帝仍然主张呢要同日本议和啊。那么光绪皇帝已经没有勇气啊再谈对日主战了。那么到了4月14号，光绪皇帝啊就指示李鸿章啊，说呢，本来呢我们是希望同日本呢进行议和啊，同他进行谈判啊，能争得一分呢既有一分之利益啊，说如竟无可删改啊，假如和日本谈判实在是没有办法改了啊，既遵前旨与之订约啊，那么你就按照我前面那个圣旨的要求，是吧？那么迅速与日本呢来签约啊。那么到了战争后期啊，我们看到这个光绪皇帝啊，翁同龢呀，啊，也已经不再主战了。
那么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啊，那么朝野上下呢一片哗然啊，那么很多人提出来要废约再战啊，废掉啊这个马关条约，继续对日作战啊。那么这个翁同龢他在日记当中记载说，他对于这个主张啊，就是废约再战，他是非常不赞成的啊。那么只不过呢，他因为自己是处于一个军机大臣，是吧，是光绪皇帝的师傅，处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地位啊，他不便于公开反对啊，实际上他内心呢对于这个毁约再战呢啊，那么他是不赞成的。那么通过以上这些材料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光绪皇帝也好，翁同龢也好，是吧，他们没有能够偏离中国近代的封建统治阶级，是吧，先战后和，战中有和，战败求和啊，这么一个道路啊，没有能够偏离这么一个道路。那么这是我讲到呢，就是在甲午战争当中啊，帝党呢并非是始终主战的。那么第三点，那么被人们斥为是极力主和的慈禧太后，那么在甲午战争当中啊，其实呢也并不缺少啊这种对日主战的这种言论啊，就说慈禧太后呢也有一些主战的言论啊。那么这个呢，我们也可以看一看一些基本的史实。前面我们讲到了，是吧？1894年的7月16号，光绪皇帝主战，是吧？一传遗旨一主战啊，那么传了慈禧太后的遗旨也是要主战的，是吧？那么第二天，据翁同龢的日记记载说，皇太后谕不准有示弱语啊，慈禧太后又颁布了一个遗旨，说对日本不能够示弱。那么10月1号翁同龢专程赶往天津啊。那么翁同龢到天津呢，就向直隶总督李鸿章传达了慈禧太后的一个信息。什么信息呢啊，就说现在断不准讲和，亦无可讲和啊。翁同龢向李鸿章啊传达慈禧太后的意思，说现在呢断不能够讲和，也没有办法讲和。那么这是1894年10月的事情。那么1895年2月，清政府派张荫桓、邵友濂去日本呢同日本议和。那么结果呢，这两个人被日本驱逐回国了。那么这两个人被驱逐回国之后，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那么他在召见军机大臣的时候就讲啊，说现在呢我们战争失败了。邵友濂和张荫桓出使日本又被驱逐了啊，说因此呢现在清政府对于日本呢不能够再迁就了啊。那么因此他是提出来要撤使归国，免得错辱啊，就是把中国驻日本的公使要撤回来啊，免得遭受日本的这种屈辱。那么这个时候恭亲王奕欣还有军机大臣孙玉文、徐永仪等人啊，那就认为呢说应该呢留此线路啊，就是说不要同日本断交，还应该保留呢这么一个外交途径啊。说如果这个时候清政府撤回公使，那么对于调停人美国公使田贝来讲就没有体面了啊，因为这个时候美国公使啊叫做田贝啊，那么他在调和呢这个清政府和日本呢之间的这种关系啊，作为调停人啊。那么一心说如果撤使回来，那么对于美国公使田贝来讲他就没有体面了啊，就是脸上很过不去啊。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慈禧太后啊马上就反问啊，说若尔中国体面安在啊，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不撤使，那么中国的体面在什么地方呢啊。那么表明的是慈禧太后啊那么他呢这种这个主战的这种倾向啊。那么在马关条约草定之前，就是4月8号，慈禧太后上在啊仍然在发布遗旨啊。他发布遗旨讲什么呢，说辽东半岛与台湾两地皆不可弃啊，就是呢不能够把辽东半岛和台湾啊割让给日本啊。那么这个本来在这个马关条约当中呢是规定要把辽东半岛和台湾呢割让给日本啊，慈禧太后颁布一个遗旨啊，说这两个地方皆不可弃啊，都不能够放弃
即撤使再战亦不续也。啊，那么即使呢是撤使啊，重新开战也在所不续，啊，在所不惜。那么从以上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光绪皇帝以及翁同龢等人并非是一贯主战的，那么慈禧太后等人也并非是一贯的无条件的主和，啊，那么慈禧太后在这个中日战争的各个阶段啊，也是有这种主战的言论的，啊，或者说有不同程度的这种主战言论，啊，那么因此呢，这个作为后党啊，也并不是始终主和的，啊，那么这是第三点。那么第四点，被视为帝党领袖的翁同龢，啊，对于其他的啊所谓的帝党成员的这种主战的主张，啊，往往呢并不以为然，然后就是其他的被称为帝党成员的这些人呢，他们提出一些主战主张，翁同龢呢啊并不赞成。你比方讲，啊，这个帝党成员智睿，啊，丁立军，啊，曾经上奏折啊谈论这个对日作战的事情。要求启用恭亲王奕欣，啊，那么翁同龢并不认为他们的主张是有道理的啊，给予称赞或者帮助他们呢啊，来这个赞成其事是吧？帮助他呢，使这个事情能够成功啊。那么从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出来呢，在这个时候是吧？那么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协调的这么一个帝党的这么一个派系，啊，那么帝党呢，也不是与后党那么相反对的啊，或者相左的这么一个主战派。那么这是第四点，啊，那么第五点，啊，那么甲午战争的时候啊，这些主战的人大大的超出了帝党的范围，啊，就是说呢，这些主战的人并不都是帝党，啊，还有其他的人，啊，你比方讲比较早提出主战的是前面我们讲了是那个给事中褚成伯是吧？后来呢，是这个御史叫做张仲新啊，提出了这些主战的主张啊。那么后来还有很多人提出来了这个主战的主张啊。你比方讲，像这个钟德祥是吧？易俊、包新增啊、王一荣是吧？洪良品等等啊。那么这些人或者呢是上书言事啊，议论战争，或者呢是要求呢惩处李鸿章等人。那么这些人啊，其中呢有些人呢，他们实际上是一些守旧的官僚啊，而并不是帝党。那么反之，主和的人也未必都是后党啊。那么这个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叫做徐永仪是吧？那么徐永仪呢，在甲午战争当中被人们认为呢是后党的一个重要成员啊，认为他是后党。那么但是在这个后来啊，就是在义和团运动当中啊，徐永仪和光绪皇帝啊都反对呢清政府呢向列强宣战啊。那么后来徐永仪呢是被慈禧太后下令杀死了，啊，那么人们就会问，那么徐永仪到底是后党呢还是帝党呢是吧？人们说他是后党，但是在后来义和团运动的时候是吧，他和光绪皇帝一样啊，是反对对外呢啊进行战争是吧？他是主和的。那么如果说他是啊这个帝党，但是人们又认为他在甲午中日战争当中是主和的，他是后党啊。那么因此呢，就是当时这些主战的人未必都是后这个帝党是吧？主和的人呢未必都是后党，啊，就是帝后两党之间这个界限呢并不是分得很清楚。那么由于以上这五个原因啊，我认为呢，就是前面这个说法，说帝党在甲午战争当中是主战的，后党是主和的，那么这个说法是过于绝对，啊，那么这个观点呢，是值得进一步的去考虑，啊，那么这是我讲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关于帝党主战、后党主和的问题，啊，那么下边啊，我现在讲一下呢，一个结论性的东西，啊，就是前面讲到了，甲午战争当中没有形成帝党和后党。也并不是帝党主战后党主和，啊，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看待甲午战争当中的这种战和的分歧啊？统治阶级内部关于战和的这种分歧啊，要讲一个结论性的东西。那么作为我个人，我并不否认在这个甲午战争当中啊，
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主战主和之争，啊，这种战和之争是有的。那么并不从根本上否认光绪皇帝、翁同龢等人他这种主战的倾向，是吧？那么也不从根本上否认慈禧太后，是吧？李鸿章等人，是吧？他的主和的倾向，啊，就是光绪皇帝主战，慈禧太后主和，是吧？那么这是他们的一些主流的东西啊，这个没有问题啊，并不从根本上否认他们这种倾向，啊，而是认为什么呢？而是认为啊，这个所谓的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内部已经形成了帝党和后党，并且存在着明显的帝后党争，啊，那么所谓帝党主战、后党主和的这个说法，啊，不够科学，啊，这个说法呢过于的这个笼统或者武断，不够科学。那么我认为啊，帝党啊就是光绪皇帝等人啊，他的主战是他的主流。但是呢，光绪皇帝等人的这个主战当中啊，也有和的因素。那么慈禧太后等人的主和是他的主流，啊，那么慈禧太后等人在和的当中呢，也有战的因素。那么这是一点。那么另外啊，不但光绪皇帝等人的主战可以根据国内外条件的变化而转变为主和，是吧？慈禧太后等人的主和也可以根据国内外条件的变化而转变为主战。那么这是我讲的第二层意思，啊，就是光绪皇帝也好，慈禧太后也好，他们的主战主和都会随着国内外条件的变化而转变，啊，这是第二层意思。那么第三层意思，啊，光绪皇帝的主战和慈禧太后等人的主和，啊，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啊，更不是水火不相容的。那么这二者之间，就是光绪皇帝的主战和慈禧太后等人主和，那么这二者之间还有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啊、互相转化的这么另外一个方面啊，它还可以互相转化。我们怎么认识这个问题啊？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是吧，他们所处的地位不同、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啊，那么决定了这二者之间必然存在着某些矛盾和冲突啊，那么这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但是这二者毕竟都是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者，是吧？那么也就是说，这二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是吧？它是作为矛盾的一个方面，而从矛盾的另外一个方面，从日本相矛盾的，啊，也就是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是封建统治者，他们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啊，作为矛盾的一个方面。从矛盾的另外一个方面，从日本方面相矛盾，啊，相对立，啊，那么正是由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间啊，在战和问题上有这种相通的一面，啊，那么正是这一点决定了这两个人在对外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上有相统一的一面啊，他们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那么就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来看，啊，无论是光绪皇帝还是慈禧太后，那么最初呢都寄希望于对日本啊不战而胜之，啊，说不战而屈之，啊，不必通过战争就是日本的能够屈服，啊，那么开战以后，光绪皇帝也好，慈禧太后也好，都希望呢能够很快的战而胜之，啊，胜而和之。那么但是最后因为中国的失败啊，那么光绪皇帝也好，慈禧太后也好，最后呢都归于战败求和的道路啊，最后都是战败求和。那么因此我认为啊，我们在讨论甲午战争的时候啊，讨论甲午战争时期统治集团内部这个战和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采取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啊，不能够把问题绝对化。我们只有辩证的去认识甲午战争当中所存在的这种战和问题啊，才能够解释清楚一个问题啊，解释什么清楚问解释清楚一个什么问题呢啊，就是为什么是吧，在甲午战争当中主战的人，你比如讲啊，光绪皇帝，那么到了六年以后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光绪皇帝
反对同八国联军开战，是吧？那么为什么在甲午战争当中主和的人，慈禧太后等人，那么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时候转过来啊，却主张同八国联军开战啊，对外宣战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啊？他们态度发生180度的转弯，是吧？那么我们如果说采取非此即彼的办法啊，认为主战的人就一定是主战，是吧？他就不会根据国内外条件的转变而转变，主和的人他一贯是主和，他也不会转变为主战派，是吧？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清楚统治集团内部的这种对外态度的这种变化，是吧？那么因此啊，我的一个基本观点啊，就是在这个甲午战争当中还没有形成帝党和后党，也并不完全是帝党主战后党主和，他们是可以根据国内外的条件不断的改变他们的这种对外态度的啊。那么这是我要讲的这个主要的问题啊。那么今天呢，关于这个问题就讲到这里。